公寓哈，这个公寓的名叫做中居啊，阿西贝哈，小弟以前十几年前咧，都有好中意帮啲朋友啊嚟到度呢个公寓啊饮咖啡，多华人喺度住哈，华人最多系海防人啊。教堂喺度到圣诞节啫，喺度又好热闹啊，度度都通到啊，喺度加埋餐讲埋，有写一定嘅价钱添啊。八两毛钱，我一阵咪谂赢。喺度卖啊，嘢都辛苦啊，嗌生晒，经过街市喺度得啫。朝早晨啊，走唔到噶吓，朝早晨嗰度有好多人啊嚟街市买嘢啊，走经过嗰度。多华人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小弟欢迎各位嚟到小弟频道街。今日咧系2024年哈，3月9号，咁啊讲到农历咧系正月29哈，听日咧系2月啦哈，话时间又过好快，虽然眨下眼咁啊，又过咗一个月个过年啦。咁啊，今日我小弟又企坐喺呢条街，系叫做乐龙君。对面呢度係有一个文化公园啦，係叫做林胜啊。讲到啲林胜嘅公园啦，大家各位又好熟悉啦，因为呢个公园啦有历史啊，係有几十年啦哈。以前啦啲林胜公园啦，啱开嗰时候啊，又好多客噶嚟到公园玩噶哈，同埋入边个公园啦有好多嘢玩噶，咁啊家阵啦。越嚟啊！呢、這個公園又越落後啊！因為今日咧，我又見到哇，好多嗰啲遊客車嚇，50座位啊，載啲客嚟到度入去呢個林胜公園玩，有可能啲遊客車喺度啊，係喺鄉下啊喺遠個地方啊嚟到林胜嗰度玩。咁啊，加我小弟啊，又帮大家分享啊，呢条街系乐龙君街哈，去两个住宅区啊，系富寿住宅区啊，同埋富平住宅区啊，两边喺在呢个第十郡呢个地方。咁嗰度我走喺乐龙君啦，走翻后边啦，又去翻富寿街同埋明鳳街，我哋走直嘅，又去翻呢个新一。山飛機場哈，新山一號飛機場，有一段我轉右手啊，又去翻呢個林邊星啊。我走緊呢條街四一路嗰個翁屋謙啦，係同我叫翁屋謙街嚟嘅哈。仲有轉左手一邊咧，係叫做和平街啊。咁啊，呢條街喺度啊，日夜都係好多車啊，啲交通啊，走嚟走去。但係呢個地方塞車啊，係都有塞車嚇，但係冇好塞嗰種只係塞少少啊，又車又可以走通啦。好似講到歐基街啊，先塞車犀利啊嚇。今日小弟又直走喺度，係落龍軍啊。咁啊啲乐龙郡呢11郡啲区啊，有好多华人住啊。我走到嗰度系有啊公寓哈，呢个公寓个名叫做中居阿西贝哈。小弟以前十几年前咧，都有好中意帮啲朋友啊嚟到嗰度呢个公寓饮咖啡。咁啊，家阵小弟经过嗰度，见到呢个地方啊。哇！真係好多嘢好記得噶，但係時間又過好快，歲眨下眼，嗰陣又燒啊30歲啦。以前嗰度啊，小弟10几歲、20歲嗰時候啊，係嚟到度幫成班嗰啲朋友夜晚啊，咁啊嚟到度飲咖啡啊，傾偈啊，真係好好快樂噶嚇。咁啊，家陣大啦，個個都有曬家庭，咁啊，個個都散曬出嚟，個個都去翻工啊，有啲朋友去咗澳門，去咗菲律賓，出去外國做，
有啲朋友啊，有家庭啊，有啲儿女仔女啊，冇时间都要搏命啊去搵钱啊，顾自己个家庭。啊，小弟都系一样嘅吓，梗系有咗老婆仔女啊，都要啊集中个时间啊做嘢搵钱啊，唔似以前咁样，唉，有时间坐喺度叹下咖啡吓啊。小弟以前啊，中意坐喺度飲咖啡啊，啊度有個地方啊打球哈，啊度運動打球，以前都有曾經嚟到度啊飲咖啡啊，入喺度咖啡檔啊飲咖啡，望人家運動打球，咁啊夜晚喺度好涼噶哈，同埋好多啊華人喺度住啊，啊飲一缸咖啡喺度啊。家人啊，見到啲地方又好記得，眨下眼啦，十幾年啦。啊，啲公寓喺度都有好耐啦嚇，啲公寓喺度有十幾年啦，記得係。啊，啲公寓係有電梯啊，啊，叮當機啊。啲公寓有叮當機啊，我哋舒服啲啊，因為撳下叮當機啊，俾我哋上啊，第七層、第八層都冇問題嚇。好似冇叮当机叫行路噶，讲真行唔起。嗰度有地下室噶，啊，俾啊人家住喺度啊，啊汽车。我小弟经过喺度，唔知有大家各位有曾经度住过冇啊？系有曾经度饮过咖啡冇啊？好似有啊，经过嗰度见到啊，又好熟悉噶吓，啊。今日我小弟又帮大家分享视频啦，系呢个钟数啊，系11:20啦。啊，冇时间我过快睡吓。朝早啊，小弟有事啊，咁啊食早餐去做下事，咁啊家人啊就嚟中午啦，准备食啊中午餐啊，真系时间啊过快睡。咁啊，經過嗰度啊，有啲店鋪啊，人家又賣飯中午餐啊。啊，個對面喺度有兩間學校嚇，咁啊，啲間學校叫做中學嘅普通啊，長江河學校，仲有嗰邊咧學校係叫做麗歸進嚇。啊！呢間學校嗰度都係好出名噶嚇，啊好多各位都有曾經啊帶兒女仔女喺度讀過書啊，啊見到呢間學校啊又好熟悉啦嚇。咁啊，對面喺嗰邊咧，第十一群咧係屬於啊第五房噶嚇。咁啊，呢邊都係一樣啊，啊呢邊見到。十一郡第五房啊，幫大家分享呢條街。咁啊，講到啲啊樂龍濱呢條街啊，佢個上道啊係有啊差唔多啊4公里打落啊，啊走直嘅去翻呢個啊黃文壽街啊，去翻啊機場。咁啊，小弟查個資料啊，咁啊有講呢個樂龍濱街以前咧係叫做李尚傑啊。我话啲小弟睇下啲资料啊，好似唔系几清楚啊。啊，小弟又唔知唔系呢条街系以前叫做啊李尚杰啊。大家各位啊，识啲乐龙关以前咧系咁嘅街啊，系可以俾小弟搞评论哈。小弟查资料系叫做李尚杰啊。咁我入咗啲个街巷喺度哈，啲街巷喺度啊，系呢个住宅区嚟啊，啲住宅区系富筹住宅区。啊！喺度有嗰個細街市啊，人家賣嘢啊！聽日係啊初一啦嚇，今個月都係冇30。啊，經過又見到間賣生果啊，仲剩幾多嚇？家陣啊，乜嘢都貴嚇，金啊又起價幾貴啊！仲有啊，講到食物嘢啊，啊家陣都好貴嘅嚇，最慘啊，人家打工啊，冇咩錢啊，家生活好困難，咁啊街市賣嘢都
靜啲啊！啊，見到啊啲肉類啊啲海鮮啊嚇，仲靜幾多啊！啊，見到度家賣肉啊，啊賣雞肉賣豬肉，仲靜幾多？啊，度賣瓜菜啊，仲靜好多噶嚇。啊，啲鐘數係中午啦，啊，人家準備啊。食飯啦嚇，喺度街市，人家仲啊好多嘢都未賣曬。啊，有入轉喺度，右手嚇喺度先通去出呢、這個啊，翁屋添街嚇。呢個翁屋添街係粵文叫做梁翁屋添啊，叫翁添啊，梁翁屋添嚇呢條街係啊，啊出呢條巷啊係啊86號啊翁屋添，小弟記得呢條翁屋添街係啊翁益。添街嘅嚇，啊小弟又唔係幾記得，有時有啲字啊，小弟譯翻啦，有時啊諗太多咁啊俾亂嚇，有好多嘢小弟唔係啊唔識噶，有時諗太多啊，咁啊諗樣諗嗰啲樣啊，無意中啊俾亂啊，啊有時啊講話都甩甩咳咳啊，都係咁樣個關係嚇，大家各位，啊有時啊真係好難講啊。啊！小弟啊，走翻出去呢、這個啊立龍軍街，好似小弟講話啊，甩甩咳咳啊，唔係幾好啊。咁啊，大家各位啊，多多包容小弟嚇、啊，因為小弟啊，直接啊幫大家各位啊錄影錄音啊嚇啊。咁 啊， 有時講話啊，有時甩甩咳咳啊，有啲啊錯同埋講個音唔準咧啊。咁啊，小弟啊，錄講到邊度啊，錄到邊度嚇啊，咁啊，有啲嘢錯都係跟住啊，唔係幾好啊嚇啊，咁啊，大家各位啊，多多包容小弟啊，俾小弟多多學習啊，咁啊，今日我小弟又轉翻喺度，哇，喺度啲街巷整翻幾靚嚇，幾乾淨啊！啊！小弟走緊呢個街巷度係啊住宅區啊富和住宅區嚇，嗰度係富和係咪富壽嚇？大家各位啊，咁啊呢個地方啊見到又啊好乾淨嚇，啊見到啲街路啊填翻啊整幾啊高啊又好乾淨，啊啲屋牌度啊。見到啊，哦、大在孤樓啊，啊越南咧幾十年前咧係真係落後啊嚇，冇嘢好發展，但係家陣啦又發展好犀利啦，家陣啊越南啊乜嘢都有啊嚇，我哋想啊去食噶，有好多嘢食，咁啊去遊歷噶，有好多遊歷區俾我哋去遊歷區。玩啊！加越南啊，只係我哋努力噶、啊，勤力去揾錢啊，又可以啊有錢啊去玩啊，啊去食噶、啊。家人啊想買屋啊，都好多屋靚啊嚇啊！家人啊喺啊胡志明市啊啊城市嗰度啊。啲屋啊又好密啊，好多樣嘢啊，俾我哋玩，我哋食啊住啊，又好舒服嚇，屋又好靚啊，我哋想設計乜嘢都可以設計得噶嚇啊，我哋中意買乜嘢設備啊，啊呢個世界有乜嘢喺越南都有乜嘢噶嚇啊，好似講到啊啊 iPhone 啊啊手提電話啊。家陣啊，有咩嘢個美琪啊，喺越南都有曬嘅啊，唔
唔使驚啊越南啊落後啊落後比世界一係，梗越南好發展啊！別擔心，我哋冇錢啊，我哋有錢嘅都可以買到。啊，走到度位有好多啲街巷啊，啲巷嗰度全部啊係通啊，可以通啊100豪巷街。可以去翻呢個歐基街啊，同埋平世街。啊，我走緊呢個巷係506啊，立龍軍巷。我叫我家賣入貨，咁啊賣嘢食，而家引啲鐘數啊，人家收檔入嘢啦。啊，嗰度賣又啊賣生果，賣嘢食啊，啊都係一樣嘅嚇。咁喺度而家有個個門口啊，有個巷闊啊嘛。咁啊，人家喺出邊個門口啊開門賣嘢。咁啊，可以揾到錢啦嚇，有時都唔使啊，打工咁辛苦，自己有啊手藝啊，識啊整嘢食噶，好食噶，又可以喺個門口啊賣嘢賣水啊，咁啊一日都揾好多錢啊，有時啊，咁呢間巷度啊，又走穿通去歐基街嚇，但小弟又走翻出去啦，咁啊小弟又去啊兩個。住宅區啊，一個住宅區係富和住宅區啊，係喺度走緊啦嚇。咁啊間啊又去啊嗰邊啊第11群啦，第5房啦，係叫做富平嘅住宅區。咁啊富平嘅住宅區啊，是調翻轉講啊個字啊，又嗰個啊平富住宅區啊嘛，但係喺啊第6群嗰邊。我呢邊咧係第11群啊，咁啊小弟又開心啊，幫大家各位啊分享啊，啲詞情啊，同埋環境啊，幫大家各位分享啊，有邊位是出咗國幾十年啦嚇，可以見翻睇翻小弟個視頻啊，見翻啲街路啊，哇又好開心嚇啊，見翻自己個家鄉啊。有好多大嗰邊啊，真係有好多嘢又唔認識啊！啊，喺度有啲店鋪啊，喺人間賣嘢啊！但係啲區喺度而家賣嘢啊，又賣得噶，但係好慢啊！嗰度有賣啊，賣車啊，喺度有個當鋪嚇，啊人家冇錢又嚟到嗰度當嘢啊，啊講到當鋪啊係啊，講到一啲啊踢波啊，幾時有踢波啊，咁啊好多人啊去當嘢啊，攞錢去又嚟去玩踢波。啊，到度啊係有啲啊。啊！轉啲油草啲巷喺度啊，喺入邊係有玻璃廠嘅，玻璃廠喺就喺個歐街啊！啊，小弟有曾經幫大家各位分享個視頻啦嚇。咁 啊，今年咧係2024年啊，嗰個小弟又喺在11群嘅地方幫大家分享呢個成貨成形啊，啊睇下新年啊有乜嘢改變冇？咁啊喺度有一間學校啊，呢間學校係啱啊收裝翻新。啊！呢間學校係小學校嚟，個名叫做葉敏啦，係鄭文安嚇。啊，鄭文安個安小弟又唔係幾識譯，於是個安啊可以叫做啊欣，咪大家各位可以譯嗰間呢個學校個名係陳文欣學校啊。我唔知係唔係啊嚇。小弟有啲字咧係小弟照譯嘅，因為小弟個學問啦唔高啊，咁啊家陣慢慢研究翻嗰啲字典啲嘢嚇，
有多嘢，越諗越亂啊嚇，咁啊變成啊逆翻出嚟啊，又啊俾各位笑啊。咁啊，亦有時誒錯個音啊，聽又好奇怪啊，好似唔係幾好啊，大家各位啊，多多包涵啊，小弟啊，因為小弟到到線雅路街啊，叫做牛基街啊，啊以前係叫做禮大行街嘅嚇，仲話以前添啊，啊1995年嗰時候啊，係一個街係叫做啊香道15號街啊，啊咁啊，今日我又轉翻。在这里在第十一郡这里是两边都是属于第五房这边都是第五房那边对面都是第十一郡第五房我小弟查这个资料在这里有讲过这条街是李尚杰小弟覺得唔知係唔係啱唔啱啊？因為講到樂龍軍街啊，係好多個地方都有樂龍軍街噶。咁啊，小弟怕啲樂龍軍啊，錯呢個資料啊，咁唔知啊係唔係啊？邊位有曾經度住過啊？可以俾啊小弟個評論嚇，係唔係啊？呢條街以前係叫做李尚傑啊，咁啊，家欣我又到喺度系423號哈，啊喺度有一间教堂，啲教堂系叫做富平教堂啊。家欣我又走入去，啊喺度噶，系个巷口哈，个巷度望好似个街样啊，几阔。喺度见到而家有卖衣纸啊，啊卖嘢食噶，卖水啊，啊有间学校啊嘛。嗰度有學校叫遠衛學校添啦嚇，啊啲學校係啊中學基礎遠衛學校。啊，兩邊喺度見到加埋好多嘢嚇，啊喺度就啲架車啊，加埋啊豬肉粥啊，麵包係黃魚肚一份咧係15000到20000啊，價錢又好平噶。啊，到嗰度係啊呢間教堂嚇，富平教堂。啊，到啲區啊。係好多華人都住嚇，華人最多係海防人教堂喺度到聖誕節啫，喺度又好熱鬧啊嚇好多人嚟到度影相啊，慶祝啊聖誕節咁啊呢個教堂喺後邊咧係有個街市嚇，嗰個街市係叫做富中街市啊，有富中啊。啊，同埋喺度啊有隔兩個郡，咁啊啲邊啦係第十一郡啦，仲有啊富中街市嗰邊啦，新福郡啊，對唔住嚇，係新富郡嚇，唔係福係富嚟嘅嚇。啊，喺度系49號巷啊，转走出去系有街叫做正啊，刚个小弟又转走入喺度。嗰度係住宅區啊，大家各位啊，喺度又加埋街市啊，哇！嚟到啲街市啊，見到熱鬧啲啊，
附中街市喺入边，喺入边街市系见到静啲，一大群喺出边嗰度啊，人家热闹啲吓，因为人家喺度卖嘢啊嘛。我又转翻出嚟喺度，啊喺度夜晚咧系有间卖酒店啊，同埋食物。咁啊讲到啲地方咧，有啲人家做雪厂啦吓，人家做鞋啊。喺度啊，整緊嘢啊，整緊雞啊，喺度罩雞啊。喺度家又整嘢啊，嘢食埋喺大家各位。啊！所以大家有入喺度啲區係住宅區啊，住宅區啊，富中喺啊富平喺度嚇啊，係啊，好多好多啊，華人都住。各位華人啊，好似想買翻屋啊，喺華人區度住啊，又可以嚟到度參考下屋喺度嚇，啲地方都有屋賣嘅。我小弟嚟到啲鐘數啊，係11:00幾、12:00啊，咁啊啲鐘數仲可以啊，走經過街市喺度得啫。朝早晨啊走唔到噶嚇，朝早晨嗰度有好多人啊嚟街市買嘢啊，走經過嗰度，好多華人屋噶，連好多紅池。嗰度有間雪廠啊，做鞋嘅。啊，嗰度有啲舊屋添嚇，啲舊屋喺度啊，見到好低啊。因為啲街巷喺度啊，政府又填咗好高啊，咁啊變成有啲舊屋啊，低過門口啊，又覺得又好低。我小弟又走出翻條街啊嚇，啊呢條街喺度啊，走直啊，又去翻出呢個林聲個街市埋花。陣間小弟經過嗰度嚇，幫大家分享嗰度林聲嘅埋花喺度。啲日係初一啊嘛，咁啊街市埋花嗰度又好熱鬧啊。啲地方小弟諗以前係有個盆牆嚇，唔知係唔係啊？因為見到有個盆牆喺度揼爛嘅，有可能啊，以前有個盆牆位置咗，未疏通，唔知係唔係啊？見到係咁樣。小弟經過嗰度啊，大家各位見到啲屋喺度啊，連好多紅池啊嚇，
又見到咁樣又好記得噶自己個家鄉咁樣。呢、這個地方都有好多各位華人嚇出咗外國，因為小弟有曾經嚟到嗰度揾啊門牌地址，好似係咁啊，有時啊幾十年啦嚇嚇冇睇見翻自己個家鄉啊，冇見翻自己個地方啊，家人啊見到哇，真係好多好多嘢紀念。但係喺越南好多華人都講越南話啦，因為住喺越南啊，一定係講越南話多啦。因為做生意啊，同埋去街市買嘢啊，因為啲街市喺度啊，係一大份啦，係喺鄉下啊，人家嚟到啲街市嗰度賣嘢做生意揾錢，搞到我哋買嘢都係要講越南話啦，係咪？啊！今日小弟又走翻，喺呢個富平啊，呢個住宅區啊，幫大家分享嘅視頻喺度。咁啊，小弟以前聽見人家講啊，喺度啊，以前係二次嚟嘅啊。但小弟查資料啊，又唔見到啲地方係疑似嘅嚇。咁唔知人家講係唔係啱咁樣啊？因為有啲事啊幾十年啊，小弟又唔係幾清楚啊嘛。有時啊，小弟都未出世啊嘛，點樣知道咁多嘢嘅嚇？咁啊都係靠睇翻啲資料啊，先知同埋問一啲前輩啊，啲年紀大啊。咁佢哋又幫小弟分享啊，小弟先知。啊，嗰度有越南人度住啦嚇，寫一個四個字啊嚇，粵文阿爾納佛噶，用我哋華人嚟寫係五福臨門。今日小弟又走啲邊嚇，因為喺住宅區度啊，係好似個嗰度塞車啦。咁喺住宅區度喺度好似嗰個棋盤一樣嚇，度度都通到啊，同加埋聲講埋嘢，有寫一定嘅價錢添啊。$85，$85。喺度賣嘢都辛苦啊，捱生曬，但係都賣都好飽啊！睇你乜嘢啊？哇！喺上邊咧，有人家買緊瓜菜、緊嘢啊，咁啊先俾出車，車走唔得。因為都要行喺度啊。因為呢個巷喺度唔係幾闊啊嚇，人家擺嘢埋喺兩邊啊，咁啊啲車啊走經過，即係有兩架車走過到，但係都要慢慢走啊，走快走唔得噶嚇，人有啲人啊買企喺度買緊嘢添，走快走唔得。到度見到屋喺度啊，人家冇念一啲紅詞紅字添啊嚇，又見到有幾間仲念。
小弟經過嗰度係幫大家各位分享嘅視頻喺度啊，邊個各位有需要想買翻屋喺華人區啊，都可以參考一下啲地方嚇。因為我哋華人都係中意轉翻啊華人區啦。有時啊幫街坊講話都係講到唐話嚇，好似我哋住喺啊熱南區啊，幫熱南人講曬熱文啊，咁啊，我哋啲後代啊，啲兒女仔女啊，啲孫啊，都係講曬熱文，我哋要跟埋講埋熱文啊。咁啊，我小弟又到喺度街係叫做啊遠文富街，同埋啊熱文咧叫做董運俊啊。走到喺度啊，我哋轉左手啊，去翻呢個樂龍軍啊，呢個垃圾啊個車站嗰度啊，人家集中啲垃圾啊。我哋轉右手啊，又去翻啊呢個一條巷啊，一條巷係叫做共匯嗰個巷係341號啊。我今日我又走到嗰度係一個街市啊。街市度啊，見到人家賣花喺度賣花，人家賣好早啊，一早晨4點喺度，人家又賣好多花噶，嗰啲花喺度人家交俾啊啲啊細街市賣花啦。咁啊，聽日咧係初一啊嘛，咁啊今日賣花又好好賣嘅，同埋聽日添到度係啊野花淋聲嚇，野花對淋聲。朝早入邊嘅街市嗰度好熱鬧噶，好多人賣花。經過嗰度啊，見到人家賣花啦。嗰度一棵花係40蚊。好買啊，女人。到度係呢個間學校啊，陳光可學校啊，喺度係喺後門。到度啊，有好多啲舊公寓啊，舊公寓喺度有幾十年啊。見到啊啲紅泥都甩曬出嚟。啲地方啊，朝早啊4-5點啊，喺度施好多花噶，人家擺桶啊，哇，度賣花，度有幾狗啊，望幾得意狗。喺度見到有人家執一紙桶賣啊，同埋執一啲花噶嚇，又見到啲姐啊嚇，摷緊啲花執翻嚟啊，賣翻。有紙筒乜嘢？喺度係舊公寓嚇，公寓喺度係叫做林姓公寓嗰時，我見到人家執花執嘢。啲地方咧係叫做
乐龙君嘅住宅区吓。咁喺度喺第十一郡啦，第五房呢、這个地方啦，系有三个区吓。咁啊，地方系乐龙君嘅住宅区，同埋乐龙君嘅公寓。跟我小弟又走一圈，好似啲地方啊叫啊乐龙君嘅住宅区啊，好少人识噶吓，好少人知道啊。讲嘅地方啊，乐龙君啊公寓啊，只有人识。喺度系个旧公寓嚟嘅吓，這个地方好多旧公寓。啊！嗰度有咖啡档啊，人家饮咖啡啊，同埋玩啊，玩打棋啊。啊！喺度见到架机车吓，住公寓喺度好似系冇电梯啊，冇电动机啊吓，同埋机车喺度啊冇地下室。人家寄车都要寄喺咁样啊！喺度有地方啊，俾人家寄车啊！买咗些中居啊，嚟弄换换膜啊！嗰度俾人家度寄车。夜晚啦，喺度啊，有好多大車啊，人家上上落落嗰啲花啊，咁啲花喺度一大份啦，喺個大瀝嗰個橙啊，大瀝個城市嚇，叫做啊林同啊，林同嗰個橙啊，嗰個地方係啲高山啊嘛，咁啊種好多花，咁啊又啊嚟到嗰度交啲花度賣。我又叫又賣西瓜賣嘢啊！咁啊，小弟走緊呢條巷啦，係341號嚇啊，巨沙力龍運啊！住乐龙君嘅住宅区啊，喺度啊有巴士站啊，冇话粉丝唔俾得入去嘅吓，喺度，咁啊小弟经过嗰度啊拍下吓，帮大家分享俾大家睇嘅视频喺度，咁喺度啊341號啊，我哋走可以冲出去呢个。个街啊，系叫做啊粤汉街吓，粤文叫做梁坤伟噶，小弟记得咁样叫啊。边个而家有卖饭啊？后生头先好似系见到有嗰间屋啊，华人啊，人家做初香啊。今日小弟转个右手喺度。喺度啲钟数中午啊，加埋嘢食，加埋饭喺个各嘅巷度咁啲屋喺度啊，好似啊盘棋一样啊吓咁啲屋喺度啊，好细啊三码阔，差唔多七码深，有好多华人喺度住
嗰度有间店铺修整车，修整车都好易生活嘅哈。我哋有手艺啊，咁啊识修整车啊，到边度都可以生活到，因为有人有车一定啊，有车坏有车坏有得整车。咁啊，今日我小弟又走转翻喺度。走出嚟嗰度系街叫做东北岸嘅吓。走到街叫做富悦街，叫做汉悦街啊。小弟记得系咁样，小弟有曾经嗰度拍过啊嘛，咁啊有经过呢条街，讲到啲汉悦街度啊，有好多华人喺度住，咁啊最多系海旁人做嗰啲鞋啊。有很多街巷嗰度，好多華人喺度住嘅。咁啊，啲巷喺度啊，我係走直噶，又去翻出呢個和平街啊，喺林盛道。咁啊，小弟又走翻出去啦嚇。經過嗰度巷係341號。走啲地方啊，有啊间庙啊，好出名啊！啲间庙系叫做观音庙啊，观音庙喺度，人家叫做林盛观音庙喺度啊。有时讲观音庙，大家认为喺个第五郡嘅吓，但系唔系啊。走经过度341號哈。我小弟转咗手啊，又去翻出呢个和平街啊，同埋林盛嘅公园。走到度啊，对面啊林盛哈，对面林盛啊，整翻个门啊，几靓噶。呢个林盛喺度啊，系有个酒楼哈，啲酒楼啊叫做水蔗酒楼，嗰度有食物，个花园啊哈。特别5點啊，每日有唱歌啊，同埋免费送送嘢食添啊，唔知点样啦，小弟都未去过嗰度啦，俾边日小弟参考一下吓，喺度有咩特别啊？因为呢度啊系啱啱修整翻啊。睇有咩特別啊喺度，咁啊再幫大家分享。經過嗰度幾多賣花。小弟拍視頻好長啦嚇，咁啊喺度暫時停啦。小弟祝各位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嚇，工作順利啊。咁啊邊位未訂閱啊，記得幫小弟仔訂閱啊。小弟仔又好多謝各位大家個支持啊。同埋个加油啊！咁啊，再见翻大家各位，新个拍视频，再见大家。